此谓此与人生有极重大之关系，必须智慧不落人，然后能迎佛赶上，或从心做起，力求其能过人，或进一步而求其所以胜于人，此有刺激，有其刺激性，且有其推动力，其所表现其为有。若其投机取巧，招摄于忽言以糊口，而或知而不改，即非彻底之觉悟，亦不能认为真正之有此。此孔子所引以为忧者。孟子曰：“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人不可以没有羞耻心。无耻之耻，如能够把没有羞耻心当作羞耻，无耻矣，那就终身不会有羞耻的。因为耻与人生之关系如此之重大，是以孟子即也，人不可以无耻。无人若能以无耻为可耻，当然可以免于无耻之耻矣。”现问子，现向孔子问辞。子曰：“孔子说，邦有道古，国家有道的时候，毫无建树，只知道石缝路。邦无道古，国家无道的时候，不能隐居独善，只知道石缝路。此也，这些都是可耻的。”现即言师，素以坚戒见称，对国家至甚忠实，为知耻之作用，贵在于用于积极，而非仅用于消极。在政治清明时，必须有所贡献；在政治紊乱时，必须有所纠审。所谓有为有所治也。劝诫之人必须消极，是以孔子以师为素餐为可耻达之。子曰：“笃信好学。”孔子说，要敦笃地相信自己所信的，要好学不倦，守死善道，要有至死不变的精神，要善行其道，为邦不入，为邦不要进去，乱邦不居，乱邦不要再留。天下有道则现，天下有道的时候出来行道，无道则隐，无道的时候便隐。邦有道，贫且贱焉；国家有道，如果能就贫而且贱，此也是可耻的。邦无道，富且贵焉，此也；国家无道，却反富而且贵，也是可耻的。此谓国家失政之始，独谋富贵，不能狂食济世，固然可耻。国家求治其之事，困守贫贱，不能觉自尽能，亦为可耻。为邦不入，乱邦不居，乃此他国也。有道则现，无道则隐，乃此天下也。若为祖国治乱安危计，若非有特别原因在，即应共赴时间，节制尽忠，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此等忠诚笃实之人，自为孔子之所最期望者。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孔子说，说好听的话，装出稳媚的态度，过度的谦卑，左丘明耻之。鲁国贤人左仲对这种人认为可耻，摩亦耻之，孔子也觉得可耻。逆怨而有其人，把厌恶的心藏在肚里，表面上还是和他照常做朋友。左丘明耻之，左丘明对这种人认为可耻，摩亦耻之，孔子也觉得可耻。子曰。孔子说，故有助徒之令，如果没有为我带助徒那样好的口才，而有宋朝之美，而且有宋国公子朝那样好的面貌，难乎免于今之事矣。在今天的时事就免于祸害了。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无人若以言过其行为可耻，即因言故行，行故言，且须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如不愧为一笃实君子，教人有耻，不过激发人类固有之羞恶之心，
何者为可耻之事，故难详举。但如能时时自我检查，自我提醒，当能有所觉悟而不安于因循与苟且，且支持与人之志士意志或信仰有密切之关系，故每人每因其才智志愿之不同，其所感觉之耻亦有高下大小之别。庸俗人常以细节为可耻，而自是人人则不然。子曰：“是志一道。”孔子说，作为一个是专精求道，而此恶衣恶食者，未足以义也。却惭愧自己穿的衣服不好，吃的饮食不好，就不足和他谈论道德。子曰：“衣敝缊袍，以衣服若则立。”孔子说，穿着破旧的棉袍子，和那穿狐皮落皮衣服的这辈子而不耻者，其有也矣。而不觉得可耻的，恐怕只有仲由一个人罢了。不嫉不求，这正合了《诗卫风雄篇》所说的“不嫉妒，不贪求，何用不张？为什么不好？”子路终身重之。子路听了，便常常诵读这几句诗。子曰：“是道也，何足以张？”这也不过是一条正路，怎么就算得十分好呢？粗衣劣食，庸俗人引以为耻；但有志之士，则警觉身之不修道之不行为可耻。富贵不足骄，贫贱不可谈。子路衣敝缊袍，以衣服若则立，丝毫无动于衷，则因衣食细故，不足较量。难孔子能须以不计不求免之。不计则不住，不求则不贪。不计不贪，方能何用不彰？是以为人焉样，不愧于天，不不错于人，不愧不错，即为有耻，方能有勇。这一篇当中，人工变相的是，这篇的是一三八二一三年，变相的是跟人生有非常的重要重大的关系啊，一定爱自愧不如人啊，家己感觉就讲变相比不上人家啦。心无好嘛是见笑啦，学问无好嘛是见笑啦，比不上人家，然后再让烟毛赶上，重新做起了，立起了人也当然常常鼓吹逼稿啦，你再去进一步来提调你，所以能够描绘吧。所以建设其他的事情也比气节些，有气节些，那么有吹浓烈。建设所表现就是勇敢，因为你刚刚有建设，所以你得往前走，盖都得盖，尤其到基础跳是社会性的敷衍甲文化，你知而不改，这不是特地讲哦。知道这个是建设的代志，就是特地改过来。你明明知影不爱改，还是没改，所以我们当民工去。现在刚在建设，所以说你管理县里可以天天去欢乐的地方，艺术的地方，明明你的三公肯定没在，你在那做事，他的业绩呢不爱干，该怎么办？这个背面上逼的，这个背面上逼，现在咱想到的替一切背。还会去变成恶变来改，
所以我们也管对心的人呢，所以你要帮助你。对公司呢，你也看你判断的，你看你做错了，你不在那念想，你是你怎么干的？他不在那干，看你妈到底。还得怎么大不一样的？家里人家不在那干的，阿达给别人干的，我学会干，我理解，现在今年。所以你对那个人不可以不骗，那你这一功夫的见教心，不见教心没见相，这是几年没见相。因为见相的人，你和人心的关系很大，所以你对你啊，给人人每这一功做了每这一功，不见相。如果能够业绩啊。菩提也菩提，当年的这样可以变菩提一体了。天菩提观念、观书、观念，孔子孟老师上面的替，变起来的替。孔子讲：帮助得够，帮助得够，这是变起来的替。所以讲国家。像冰天、太平的时候，龙虎都见情，刚才那些人啊，像彭先生那些人，帮助都帮，国家的人物都很乱的时候，别让他那些人危机有先机先，刚才在讲了，这块事啊，就是也在用。可以帮你见下感情。
对社会国家有所贡献。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班的书画呢，一定爱有所有人的尊敬，所以优为优秀，该秀的秀，该做的做。晚年的人用于处理小节，所以孔子为什么就给勉励他？国家平乱的时候该怎么样做官？乱的时候该怎么样去对付老百姓？自我独行浩瀚，四处显赫，为邦不君，为邦不君。现在有的这边，有的这边，朋友的民间先人，建了建起来的是帮助的富家贵人，建了建起来的是。所以孔子里面利用大家都行动啊，信德的最重要，还有信心，还有爱好啊，迅速选择。无论如何，数学为什么做人应该要做的好的方面，伪邦不均，伪邦也就是说不要进去，软邦不均，软邦也就是不要去，我也在那里。前来有个这个时候还算很赢得，前来不得的时候爱过你了。国家有德的时候，省下好钱，这是客厅的，也是因为，给你的国家有德太平了，你去水头咯，送去，也省了，阿妈没，我公不能见，你国家有德，这个时候你个省，那个不能见，安内不能给你不努力嘛。这是建起来才行的，房屋的五千户，这样你建起来，国家屋的大概是这样，不能叫不能给，你去给人家哈，高高在上的那有在有在，他弄五千块钱给人家，我去保护你，这样你建起来才行。这个是。国家实践的时候，多么富贵，但安息也是难去解释的。啊，国家批评的时候，你也能修平先，别当前列也能智慧，前列能力，去也能多么，这嘛是建设的代志啊。为邦不均，为邦不均，那是指八国。一个国家为哪为了的时候，你就应该让它归建嘛。外邦的人买起来技术，有多少钱，有多少物，这就是今天那个，由于做过几万年，还有。如果能有特别的原因存在的时候，就应该给我们时间，请你的大用法去尽量独行方法，修修显德，这款的东西独行的人，自然会接受好信念，像公主的人啊，所这款的信念向你所提供。自我靠近一些出家做个名体制，无个体制，就是讲功夫行为啦。啊，争出的是呢，迄天比要教的太多，这是过度的比较啊啦。这款人落魄的人民做个名，人民肯计较代志，控诉也是讲。确实是的，你说你有的人都有人提醒，不会提醒。
就你的关心的心藏在藏在包括里面了，表面上有人啊，还有小弟的人啊，公家顶高面，看呢，公家里面啊，就前面的，做一个最基本的里面啊，搞完什么科技、模型在，空中嘛里面，基本的里面啊，模型在，模型里，模型先嘛，你精心对待啊。是我规律做的事情，也就算了其一。然后面对经历时，意思是说，如果啊没有国际的回报待遇，啊做的那样呢，何为靠财？你的你靠财啊？也就算了其一，好。有送过我们的公司啊，调那样的人啊，各位各位领导啊，然后变成经理人，在今天的时势，就难免的人啊，是否还要？南方面的经济学靠不住现实的地方，刚才说光辉想不到夸，想不到人家现在没解决了工作也会开始想也行动也行为都摸到你这方面，他公主公主也会公主先生喜欢的人，公主是刚刚的公主是变小的开始，喜欢的人那是公公的喜欢的人，我们今天修的有一言一个基因一个基因公主就要动，但是能不做到也不行的，这应该是很严格严格严格的，公务员爱照顾你所做所做的，你所做的爱照顾你所做的，以前必须要担心事情你所还没讲的啊，然后再讲担心什么你还没做担心做出来再来讲，现在是呢，不可以为一个独身的公司嘛。所以古代是人跟爱发建设，不过是激发人类固有的迄个修恶的心。啊，好像是可以，但是这当然是要派去两个详细改论的。但是如果你能够学习，自我检查、检讨、自我提升，自然地能有所感动，是安的因顺甲过程。而且在建设，他们个人啊，会经历意志，或者是信用，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个人买卖与利益在地基本的不相同。伊所感觉的迄个建设，也有所各项大小的差别。一般人常常用这个信息来做科技，但是技术人员不一定是这样。所以孔子讲：“书其无德，作为一个书人，专心求德，以替我以我世界比较容易。”你刚刚的人家三个不亲的人家后来的刚刚的工人家坚强，你就习惯了人家很难的常常修歌修歌的人家祖祖年年五年工的人家家后家外情外他的工作坚强
不见不一定，里面的底还有微观的色彩。工作的原因，以被温饱不以欧肉填地，以不地填以油养猪。意思的是，同时的呢，对诸罗耶太多的功能中，啊，清一的人啊，破敌为三国了，哎，啊，产品的清的人啊，用一的，一的人啊，金须为回的，啊，玻璃回的，萝卜回来呢，用回呢，小社会是啊，根本拢无办法就建起来啦，大概是诸罗一个人吧。不积不求，何用不好不走、啊、不积道无贪求、啊、不积不求就讲无积道，阿嘛无贪求。何用不走啊？为什么呢？啊，为什么不好？诸罗相信相信，诸罗念头引导出来，然后该有乐，那也就欢喜了。在工作的时候。除了讲这是，最不过的是，啊，一条个正路啦，好走一走，啊，没有什么阻碍的呢，安怎好个？那个是爱人过的节呢，所以初一的是优秀的人，感觉就坚强，但是像诸罗一般的有志业啦。以前感觉就不心就不修，啊，本来也是从大事课题，前后前拜是哪一种兵权，兵符为是哪种武官的，哎，所以我感觉就更小，富贵不足骄，兵权不够长，诸罗什么说钱的那个是粗暴啊，啊，粗暴，因为他场面是后边人前面的。会卖人骑车队的，以其他地方都好是在那个后边当那个跟前，就是一点一细事一个，不就爆料，工作营业的不积不求免得伊，啊不积的就不积，不求的就无贪，啊，人在当何用不足，做人应该是能用不苦有天的。富不长钱的，对孽当鬼，对人来当鬼，不贫不长，这就是优品。当然，可以成功起来，勇敢的，面对人性的。现在达到什么波澜？这道的人都是一般的老百姓，富贵贫贱参差不齐，多多的是。我是要功能大功能生，嘴巴闭起来，修心力，修心力。他的心上已经有保修无余之处，所以你要教听，老师教看，我讲一下，另外一回事，这都是修行的代志，能比修能比他，把所在用来去，不是咱在爱边听物件，是咱所需要嘛，会感动，嘛会能体，这都修行的要不要的。啊，偏偏人就是爱看啦，爱听啦，爱讲啦，所以在人家要做代志。咱高兴。